我听啊，我古早吼拢是讲梅山是淡山顶，但是现在就有平地嘛，对啊，对。到尾淡山顶我都唔知影啦，哈。好，真欢喜来遮哈。迄、那个诶、欸，今日吼，咱甲大家讨论吼，这个民进党的一个唔正人啦，哈。我先讲啦，你知影迄个一寡，比如讲迄天你买不分区吼。本来迄个陈时中有无？啊，陈时中本来要待第一个嘛，讲伊仇恨值足悬的啦。伊嘛是仇，伊嘛是安怎解脱伊啊？你知伊迄个迄种叫皮皮啊，安尼啊，对无？逐天出来安尼啊，吼啊出来了，啊你甲骂伊也袂听，袂啥物话啦。啊，食饭了后，啊骂骂手就牵的啦。啊，因不一定爱骂啦，啊，但迄边乌白牵，你知无？对。哦，伊你个学生嘛好嘛，袂安尼比啊，吼。对。啊，这啦，啊。王必胜啦，哈，王必胜听讲伊专业袂歹啦，啊，但是吼，人吼搞口头，另外一口早头生，民进党讲这袂歹啦，伊能力真好啦，哈 ，OK， 哈，这是第二王必胜嘛，王必胜对，哈，啊，过来就讲啊，咱即马要讲的另外一个是吼，即个嘛，即马即个部长啦，新的即个叫陈时中即个部长啦，咱知影讲吼，即个。过去这两三冬，因为这个新冠肺炎 COVID-19 嘛，好、啊，医生以外呢，咱的啊传统叫护士，这叫护理师啦，护理师，护理师其实真艰苦，因为我学生内底啦，你做护士的，还要轮班，你知道？啊，等下了拢足忝的，规身躯迄落，啊，你搁惊传染着厝的人嘛？啊，马上洗衫机落洗，啊落烘啊，啊提工落起来足忝的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知影讲，即阵啊，吼，今年就讲，咱差不多，我甲看起来讲，咱一年，咱即摆吼，国家有考着牌，差不多32万左右。咱吼，正经吼，有伫即、這个做即个护理师的即个工课吼，差不多60%左右啦。对，所以有40%的人不爱做啦。不爱做诶、欸，啊，不爱做，意思讲我甘愿，因为你那套护理师是有一个专业的训练，对吧？对，没凊彩人会用做会滴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吼，因歪做一定有伊道理嘛。当然，进前咱护理师就滴出来抗议嘛，对，讲、哦、工作环境无好啦，环境无好、啊，时间长啦，环境迄有迄时间长，对吧？吼、欸，对，吼、okay, 哦。啊，进前遐有一挂电贴。啊，你知道有诶是做无阿沙利啊，是安怎对咯？吼、嗯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迄工作时间有较长一撮啦。啊，是毋是咱要安怎来甲补贴啊？是虾米货啦？吼、，OK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部长叫说四顶山的四啦，吼，好谢瑞元啦，伊咧讲啊，讲勿紧啊，吼，伊讲伊讲安尼好啦，吼，讲咱即马恁买做勿紧，恁买做勿紧。我即摆来考试招生呢，好，我来招生呢。考试呢？哦，其中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知道，今下讲有诶要考诶人较歹考啦。对啊。所以我有一个科目，甲啥物科目，我迄个本来占偌济，我来去占较低就对啊啦。嗯。意思讲吼、哦，你不爱考无要紧啦，你不爱做无要紧，我来招生诶啦。啊，我甲迄个标准放较低咧。那会使呢？看会安尼，咱知影讲，大家比较有印象无？迄、那个太平洋战争的时阵，到尾的时阵，烧到到尾的时阵，咱医生足欠的，因为一堆日本人拢把遐咱的台湾的医生吼、叫去东北援救去啦，好、哦，所以咱欠医生，啊，有的走去南洋去啦，啊，所以那呢，开始训练一挂旱地医，大家捌听过无？旱地医就是讲，伊本来你做药剂师啦，你包药啊啦，药剂师啦，药剂师啊、哦，是学徒，学徒，学徒，伊、哦、就甲你训练啦，啊，训练了后，你就用做神社啦。哦，但是伊佫敢讲你这安尼吼，惊惊的，歪理的，对啊，吼，所以讲旱地讲你袂用过这个棍，这个棍就是咱迄个官的意思啦，郡啦，哈、哦、，OK， 这叫做县地医、旱地医啦。嗯嗯，所以你想看嘛，咱即阵到你烧台。咱并没有人嘛，对啊，对啊。你是安怎去训练这个、吼、哦，就是讲迄标准，你知影？你撑杆跳，你跳袂过。人讲我努力，学生讲你应该考，我给你加油嘞。我没不要紧，我本来60分，我今嘛40分就好，50分就好啊。靠老师一样。撑杆跳跳袂过，你就给降落。别讲咱，无你跳袂过。咱要考100分对不对？好，及格是60分嘛。安尼毕业的学生无效，我跟你讲。我咧讲对啊。
啊，伊家己可能嘛感觉不足无尊严的，讲人下摆讲，你看即几个就今年即个吼，迄、那个你知影下，迄、那个分数较低才入来嘛，对不对？吼、啊，再大概讲安尼唔对啦。谢瑞元讲，我不知道你们的逻辑是什么。伊讲，恁伫讲啥话我听，恁的逻辑无清楚吼。哎、叫做大白话叫做啥话，你敢知？大白话我跟你翻译哈 ，OK。你咧讲啥小啦？唔正人嘛，对唔对？那唔正人嘛，敢唔是啊？对不？看你讲这种型，你说啊，你大概你看，人迄陈世忠是安尼，已经茫茫啊咧吼，目睭眯眯啊，对。啊，伊唔是大概拢是安尼，迄种型，你知无？你有大概注意无？大概拢是安尼，啊，讲起来是输赢，是啥？但伊讲话会共恐吓咧哦。正常，咱这个高端有无？高端的代志，股票对不对？中央跟这位有一个算有良心的生化生意来的，少数有良心的，我坦白讲，少数有良心的，因为恁遐人读博士，读到甲只变去，恁啥啦拢是讲强官嘛，拢袂出来讲嘛，伊就出来讲，你知影讲，伊出来讲讲，诶，这内底政府有炒股票的。便宜啦，渐、哦、渐高端嘛，啊，即马阁是即个流行感的，对吧？对。下流感疫苗。囡仔拢唔敢做啊，爸母拢唔敢做啊，对啊。对啊，所以呢，伊就出来讲，这内底有便宜啦，吼、嗯，啊，啥物？古早遐即马要补回，你知无？是。可能赚无遐济啦，赚较慢啦，啊，所以即马就爱补伊，因为明年这都要收台啊，对唔对？哎，看枪支啊，对不？啊，这时阵无补的时阵，安尼捞来捞去，咱嘛唔当咱捞的，对唔对啦？吼、，OK。所以呢，伊就这个陈培哲就出来讲啊，吼、哦，即个就出来讲，你讲话就甲恁爸较小心，无伊无讲恁爸啦，对，无讲恁爸啦。你讲话都要较小心的哦。啊，即句是无加恁爸，但后边佫有一句讲。林伯是有历史的这条哦，嘿，这可是有较特别无唔对啦，吼、哦，因为伊过去吼、哦、是本来咧做妇产科啦，对，啊，但是妇产科唔知影拍官司啊哪，咱唔知影啦，伊强调你敢知、嗯，啊，就去考做辩护师做律师，啊，嘛算厉害啦，算厉害咧，厉害对啊，佮做部长，佮律师的这条，这条啊，哎，真厉害啊，好厉害啦，迄种个个会惊伊啦、嗯，啊，所以呢。啊！伊即马就讲，你讲的甲恁爸较小心的哦，我会甲你告哦。嗯。但是陈培哲讲的到唔对，意思讲你也毋是专业啦，伊是安尼讲啊，你也毋是这个专业、嗯，但是你会记哩无？嗯。高端迄个时阵是安怎？哎、嗯。临时换委员啦、啊。对啊。对不？换个八十几个、欸、对不对？拢换个会当当迄个同意票的啊。咱敢知影讲，像阮有当去做委员，嗯、去考试去新大的时阵。嗯有当迄较南乱迄个官员的安尼做法，就是讲你初第一届去有啊，第一期咱呾有基础、基中啊、基尾啊，对唔对？对对。差不多是讲，咱一般迄政府有规定哦，你委员除非有啥物重大的原因，免换人。袂使换人。啊，所以迄个一寡唔正官员的，甲你讲，苏教授，嗯。啊，我们哈、啊、下个礼拜要开会要审查啦，是，请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提供哪几天可以的，哪几天你不可以的 ？OK， 哎、欸，应该厉害，你敢知？有啊，但开会拢还算你有课啦，嗯，对唔对？嗯、啊，给你创空嘛，对唔对？嗯、啊，无就是讲较未更小，今天我捌碰过讲。期中考、期末考你就不要来了啦。啊啊啊！对对，你被那个审查，你都免来了。不用来了。啊，就不用来了，对啊，唔对啦。嗯、啊，所以你知迄官员甲迄个手上拢有高阶滴个啦。嗯。你知？连学位嘛有高阶滴个啦。你知讲，硕士是几万嘛，对啊，唔对？啊，博士是偌济嘛？啊，那一条龙的一百，国立的一百，啥迄拢有滴个啦，吼。你若讲 EMBA， 你知迄人个生理人要去做，要去改动作是啥啊？或者自己你若交朋友嘛，我见对无？哦，交分还可以，吼、哦。OK， 啊，所以呢，那学术界安尼。官员这个计划就是安尼嘛，所以陈培哲讲的无唔对啊！你换一个，搁施政方较南乱，无你配合的了，无会更偏啊！你规工换八个人，较假死嘛？世界唔捌看较未见小的政府，就连这种啊政府啦。对啦，我第看会死无？我无骗你。好，今麦来讲啊，讲伊怎啊意思讲啊无？我就伊讲我唔知道你的逻辑是啥货嘛？哈 ，OK。咱知影讲其实吼。
自由经济这个或者这个伊的原理足简单嘞啦，就是讲我钱愈悬，我就提供较济嘛。对啊。但是有的物件生产是爱有规则的，无遐尼紧啦。嗯。好、哦，做工课同款啊，你若加班下话无要紧啊，啊加班还佫加班会做一点五啊，偌济对唔对？是啊。哈、哦，拜六礼拜，哈、哦，拜六礼拜可能还佫加钱嘛，对唔对？嗯。啊，另外一个是讲生产嘛，哈、哦，你介绍人较好，我就提供较济嘛，对唔对？哈、哦，介绍歹，我就卖生产嘛。啊，本来就是安尼上简单嘞啊，对啊，你爱去检讨是安那，到底是安那，咱个护理师袂愿做，甘愿去换头路。迄、个换一个头路无遐简单嘞，你讲少年啊，可能爱会用你啊。你若毕业十档个，要换一个头路是足困难，足困难。你以为咱要顶头，因为你知你甲一个某这个年纪，你有你个迄个你个工资，你个或者迄个薪水有一个固定个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换真困难。啊，像我这已经六十五岁退休个老人，讲想要加车，对唔对？我大概就是用塞计程车啦，哈、哦、，OK， 好、哦，所以呢，你要去检讨伊的这个到底问题在倒位嘛？唔对，伊袂见来讲，卖啦，足侪人咧等要做啦，我无咧欠你一个共款啦。所以这个逻辑跟啥物会共款？大家最近刚刚即几天有讲政府要进口这个印度的啊，所谓的外劳叫移工啦，欸哦、印度移工。Okay.欠工嘛，欠工当然你在。听讲要进十万人咧。咱即摆遐，咱各行各业拢欠工啦。欠工。我先讲吼，欠工系列咧。印度人吼，因为我从美国也接触过吼，印度人的民族性，甲咱较无共啦。无共。唔是莫，唔是讲无好，阿萨布唔是安尼吼。对。你看卖啊，因有法度甘地甲英国人赶走，毛伊的民族性啦。是。因足。嘛，卖讲，那讲啊，派咧，这个足有讲好咧，足有韧性的啦。对，啊，足啊派咧，就讲我都足皮的啊。好、欸，我无你要安怎？好 ，OK、嗯。所以呢，伊若要入来的时阵、欸，咱爱搁定学过安那间学习。好、哦，这是无同款的。好、哦嗯，第二个就是讲吼，咱现主席其实真济大学内底研究室内底真济工嘛是拢印度人啦。印度人，哦、印度人。所以呢，吼、哦，咱讲可以，吼、哦，我是讲可以啦。吼、哦，我唔好讲我免讲对任何国家的人是民族感情啦。但他袂讲啦，哈、哦、，OK。你讲人印尼的就好啦，印尼的外头虽然是回教徒对啊，伊不食猪肉对唔对？但我听起来讲，人印尼的回教徒这类或者看护嘛真好呢，甲、咱照顾咱的士大人啊，对唔对啊？哈、哦，这拢无要紧滴啦，哈、哦。啊，但是你莫讲咱的政府就好，应该去检讨嘛。是哪足侪人无想要去就业？对。哦，伊讲完，我就讲，我学生得后摆毕业，伊讲完读研究所就好啊。哈，啊，伊就讲啊，我都得毕业了，蛮要创啥货啊？哈，啊，你讲读研究所对不对？啊，即马政府拢咧罢工，学生嘛，噶唔是？对啊。下个月罢工啦，啊，即马即两天讲，宿舍费也要罢工啦，对唔对啊？啊，我唔知因谈，遐啊上课早是十点无人敢开啦，卖讲八点到十点无人敢开啦，啊来的时阵度孤啦。啊，那之后我感觉讲，同学，你大概早上那一节没有睡好，哦、早上那一节没有睡好，所以下午还要来继续打瞌睡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搞有啥物问题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感觉讲，咱少年人嘛是无好啦，就讲咱啥物，咱的薪水工资有问题。咱虽然讲即几冬内底讲成长安尼，量基屋啊还好啦，但是咱内底讲到底你的利润，咱的这个奉请这的人到底？这个薪水的趴数有够啊，无够？对，我想这政府爱去检讨的。民进党过去拢是社运出身的啊，要替咱社会弱势者，替咱农民，替劳工讲代志啊，对唔对？伊够有考虑这个呢？伊无咧考虑别个，伊讲无差啦，你袂瘾做，足侪人排队等要做啦。啊，讲啊歹听内底啊，谁啊一堆民进党啊立委拢爱走泰国？走泰国，走泰国，唔是要拍妹妹啦。哦，我惊着。唔是要拍妹妹啦，好不好？哈、哦、，OK， 好、哦，啊，一滴滴我唔知影啦。因为真济咧做看狗的 broker 都是拢在泰国。对啦，对啦，都在泰国。是是是。好、哦，大家好、哦，那你落意已土啦。好、
络绎不绝，络绎一途啦。所以同款啦，即卖来意思讲我无差啦，差不多啊。啊，就是讲我叫印度来就好啦，哈。咱咧国庆兄来啊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毛哥啊来，我做一个结论就好啦，哈。那像四个，这个是代表这个咱的民进党政府，这个民进党政府就是安尼啦，讲买我十里的啦，啊，反正我八百十七万你选掉，我就连任，无你是要安怎？对啊。啊，咱选好因遐立委是要创啊潲？伊毋是不分区的呢，伊是咱选出来一票一票转好因的，伊共当作是啥物货？区域。然后呢，伊应该服务的对毋对？伊讲我摕偌济钱啊，迄摕偌济钱，迄毋是你的姨娘呢，是咱纳税的钱啊。所以我甲大家拜托，毋是总统买转好伊。政党票不用转给伊，连区域的，让伊死到无剩半个，好不好？啊！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，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、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